嘿，吃不胖的小姨妈来喽！看这是什么？我在我儿子的抽屉里搜罗出来的好宝贝耶！我发现跟我们的吸管好搭哟。今天我们来喝它一个美味的大汽水吧。先喝哪个颜色呢？插进去。哇，那就从这个黄色开始吧。好好喝，换一个颜色，绿色的。苹果味的耶，看看这个是什么味的。开心橙，橘子汁味，这个。这什么味啊？没喝出来。没了，评论区告诉我这是什么味儿，你觉得是什么它就是什么。看看这个，哇，变色小恐龙，这个有点咖啡的味道，我不喜欢。看这个，哇，这个颜色果然跟看到的一样好看，好好喝。我已经喝完掉了，评论区告诉我这个究竟是什么味道，记得关注我。